会紧张吗？一点。一点啊。我觉得紧张是肯定有的啦，每个选手肯定上台前，因为想要把最好的状态给发挥出来，肯定是有些紧张。他们，音乐的 feeling 很好，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也很好，他们有的，演奏的也很流畅，也很有情感。而且年龄段也有成人啊，还有这个小朋友，所以说各个组别都会有一些优秀的选手吧，还是很全面的一个，所以也是一个各个民族一个融合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聚会。欢迎大家，我今天的身份呢是比较多元化的，首先呢是莱佛士音乐学院的团队的成员之一，所以呢在此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尤其是要邀请现场所有朋友再一次用掌声献给我们所有的活动评审老师们，大家辛苦了。